老板，老板，整车祸又有云梯，今天要安装什么？去哪里安装呀？今天去 Kmart 毛小易安装室外幕帘。哇，好帅呀！只要安装了室外幕帘，就能阻挡大部分阳光了。我们采用水喉铁两寸螺丝，这样绑就不会伤到木了。以前用帆布的不耐，又很难卷上去，要上下货非常不方便，用木帘就方便卷上卷下了，不仅仅能遮阳，还能挡雨呢，我的鱼就不会被晒到了，进出时还很方便呢。我们下面安装了问号钩，大风来木帘也不会飘了。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有你喜欢的颜色，你要有什么颜色我们就有什么颜色，你知道吗？木片能吸热，就是说热度全部吸在木片上，室内就不热了。冬暖夏凉，冬暖夏凉，冬暖夏凉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讲三次。呵呵，要好的室外幕帘，要好的室外竹帘，要好的室外卷帘，记得找我哦。我是Mr. Liu， 佳美窗帘 ,012720150,012720150, 我们样样有，我们处处去，谢谢。